将军澳日出康城谋杀案，32岁女被告提堂，要继续还押，俾警方进一步调查。被告蔡慧敏误称系家庭主妇，被控上个礼拜六喺日出康城寓所用刀杀死30岁丈夫，暂时无需答辩。观塘裁判法院总裁判官苏慧登将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29号再讯。控方透露被告有自殺傾向，法庭批准交由懲教署作特別看管。